觉得有声音，又没听到这种感觉，然后你就跑了，你都不理我，我就隐约听到有声音，一出来又不，差点没摔死，差点一直跑，差点没摔死。这个怎么会贴着嘴巴？我现在口罩，你讲，你叫人家看是。之前的话，我背后的背包都会帮我绑，然后我一往后靠，我也来配球，好热，好冷哦。然后我一往后靠，我觉得我还想说，还想说，今天不要这么这么不中用。一出来马上就觉得回去，回去。哎呦喂！怎么这样？太冷了呀！风啊，风真的太夸张了。然后曾凯说，你也你好像也说过一样的话，嗯，说他的。缆车都是有经过设计，所以它是不太会晃的，是不是？算防风的，但是啊，但是是人会冷，然后缆车没事这样，受不了，快冷死了。
有用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很冷，而且我现在在看我眼镜是不是雾掉了。我觉得很蛮雾哎，就是这里真的，我只有穿鞋的时候最冒汗最热，接下来就一路冷。好冷哦！我明明背包里面有其他手套，还有一个啊，我知道问题在哪。之前我的背包啊，有帽子跟面罩跟拖鞋跟防雾，然后很多东西，然后我的背后都觉得有点痛，有东西隔着也暖暖，然后现在面罩戴在脸上，然后我回家了，帽子好像在口袋里。温泉要五点才有，我就继续吃喝我的咖啡，吃零食，因为要每天都要有进度啊，每天要吃很多零食，不然怎么回家？整箱带回家，我要吃完才回家。好冷哦，受不了。洗牛奶就当早餐加菜啊？干嘛？我是想说洗牛奶下午吃太浪费了，可以当早餐的。那就是麦片蛋，先吃蛋，然后麦片，然后洗牛奶。好冷哦。这样压着我是觉得右手臂很暖。这边也还好嘛，对不对？滑下来还好，只是它也会有时候会有一点咚，整个这样掉下去的啦。没有啊，我完全没碰到。我有。那你速度可能太快了，我很慢，我比你慢很多。我几乎是之字形滑降这样。你又在紧张哦。我都很谨慎啊，你看。我人，他躲在里面。走右边 是？右边。要再去大坪啊？讲话讲清楚好不好？啊，我就说不要啊！好松哦，好松
正右边，如果刚要走大坪的话，就要一直推推推推推推，推半天。挤在一起，就挤在一起，好冷哦！我刚滑额头好冻哦，然后上面是合不起来的，我们的雪镜那边是合不起来的。我也是。对啊。是要用帽子来挡啊。对啊。里面戴着帽子。我有把它往上推，因为之前它是起雾的源头，现在顶不住。你这个，你今天的镜头感觉都在拍地上。你说他太朝下了吗？这么怪怪的，没有到最后。对，好了，还可以了，拍地上都拍地上，因为天上也没什么。太冷，太冷，太冷了。你再可以这样用这个GoPro剪一小段，我要弄给张灯牌看说，说你看你这样是怎么滑，快冷死了，也看不到路是在滑什么。你看有那么雾的，哎，嗯，这天，对啊，我。你知道吗？这边的话，雪道就是 N 条朝下，四条，它雪场地图画四条都朝下去是三五了。嗯。然后我既然知道这里有这台缆车，我就尽量往这边推啊。嗯。对啊。有啦，它真的雪很粉，是真的。很粉啊。就是被人滑过的那个痕迹啊，因为风太大了，再吹个两三下之后，又是一阵又是粉雪，好像没人滑过一样。但是要穿很防风的才有办法滑。嗯，刚刚真的感觉很粉啊。嗯，都很软啊。对啊，超软。软软的，但是太冷了。那回家了吧，回家了。可以哦。真的天是亮的时候就回去旅馆。你还说不会下雪。不是啊，之前预报是这样讲的、啊，都要超大，说不准。明天会下大雪，超大的雪，真的、哦。我这样讲，那你就看明天会怎样。反正我已经打定主意，明天准备五件衣服出门就对了，就是单色放背包。反正这里的风不是开玩笑的，真的很冷。你看啊，这个梯子旁边啊，风向朝这边吹，朝走吹，它吹多久就长多长。这里是夜华区呢，那个棒棒是点灯棒、嗯。这里算上次台的上面吗？还是照亮他们回家的路？还想要晚上不付钱，然后硬要给他没有没这种事好吗？这下面这样好像蜂巢、喔，它只是网，你看雪降成这样。是请旅馆再带我们来罗浮位吗？对呀、啊，
再来又再去啊。嗯，对啊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嗯，不是，我现在只在想说，嗯，白天都已经这样靠腰冷了，晚上再上去还得了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这个你跟他讲就是这样了。我是说上去，我今天白天上去那个风大到我都觉得我快冻死了、欸。哦，我是说，那已经是白天哦，那、啊、晚上又更低级。其实你晚上也拍不到什么东西啊。我是说 light up 这件事。对，就是 light up。所以不要上去好了。你觉得要上去吗？我自己就是没有啊。就想说、啊，是你说要花个三千。机会难得啊。右边，右边。没有吗？没有、哦，我被雪场图给骗了。然后这里有个方法可以切过去。好了，万一没得切，万一没得切也是再滑一次。我记得有啦。嘿呀，就是去那里，前面再往左滑这样。然后又一台又不开这样。那、啊、当然啊，又没什么人在做菜，你知血不足呢，红色哎、欸，你的鼻子很红，赶快把它照进去。
个是盖子的，那个是盖子上去嘛，然后右边是上支台，左边是大屏，我猜这边可以回 Sunrise， 所以我走这边。我目前都没有在那边。去 Sunrise， 那就去做盖子。错，右边，走车道了，这里比车道还高，那里很低耶、欸，跑到了，那里很低耶、欸，我回去车道，这一条是车道，所以现在你要我怎样？我要直滑、啊。我们现在，我刚刚想说进来看看，结果突然发现不行，这里那么高嘞。好了，回到车道了。好、啊，这里下。真的要滑车道吗？那就滑吧。他没讲，这里还是车道，后面有一台车，好像没人开诶、欸。哪里下去吗？有人回来了，诶、欸，有没有人？
你是要神经紧张，你就下去，你咻咻就到了。你们，我是担心呐、啊，有车子要开上来了。你要滑的话，回不去。在开路，哦吼，啊，怎么了？太高？难道有更好滑的路吗？他叫我们走就走这啊。你再滑下去就过不回不来了。对啊，真的很高哎。嗯。没想到这里因为积雪，结果太高了。我来把路开开好了。好硬哦！好了，你就上来就对了。你踩好就好，你就把它踩好。这样我们最后一天，这条路还有办法吗？哎呦！谢谢。连这条路都被雪壁挡住，真是雪太大了。哎，嗯，我看到前面红棒棒，以为有路可以回来，其实还是没有。有纷纷哦，了不起！最后一天就靠它了。我要喷，我要喷。前面还有刷毛呢，他没开机，有开机。那里还有一只哎、欸，那一只是电动车的充电，是不是？
被刷马冻掉了，被刷马抵消了。